今季的英格兰足总杯曲终人散，老土啲讲句，有人欢喜就有人愁。温布莱球场被誉为英国的足球圣地，球员要一常进军温布莱踢决赛，要看看你的机遇和命数。对车路士的蒙特来讲，不计埋这场输给利物浦的决赛，一共六次踏足温布莱球场全部输晒。帮他计下数，一次效力打比郡2019年的英冠附加赛决赛，四次代表车路士的本土杯赛，三次是英格兰足总杯，一次是联赛杯，一次是代表英格兰2021年的欧国杯决赛。有黑仔王，当然也有冠军命的球员，讲的是利物浦的阿洛特。计埋今季的足总杯，这位23岁球员已经赢过欧联、欧超杯、世冠杯、英超、联赛杯。至于领队方面，就要数到高普了。他在利物浦已经赢了所有正式的奖杯，包括英超、联赛杯、足总杯、欧联、欧超杯和世冠杯。咦，社区盾呢？那社区盾计落是属于热身赛，我将它列为非正式的锦标。